这是下面的路，不会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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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我来讲没关系的，这都是 OK 的，一切都是可以的。给他中一下啊！好，中不了，不中不了，中不了。这边应该是没办法。对啊，所以左手右手两个钥匙，现在我们到底是啊？给提示，给提示，给提示！我这真的知不知道？橘猫，拜拜。未开包的花要浇水吧？真的吗？可是我重点是我拿不起来这个东西啊。What the fuck？What？ 啊？哎，竟然拿得起来耶！湖里面并没有水。好，我来去取水啦！饮水要思源呐、啊。我记得有泉水啊。我知道泉水在哪里，泉水在这里，这里，在这里。爱恨的。因为有我有他，爱恨他。我来去找甘泉泉水耍废耶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去哪边取泉水啊？哦，要去右边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来这里，取饮水啊！没有饮水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这坏坏。来这里取水。哦，这里是血水，怎么办？不能取这个水啊！不知道掉了这个花会不会死掉？那你取看看啊！对啊，没有啊，这里没有水。感谢之水。不是这里吗？那还有哪边可以取水啊？我想一下，大概是要去那边把那个水用高一点，然后再取水吧，应该这样子可以。哎，来试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勇于尝试的心情啊！啊啊！哈哈，有我了，哥！在讲这句话之前，要先往后看一下有没有人。对啊，哇，萝莉控这个真的太坏了，太坏了！要走，是要走那个缝隙里面，血崩了！感谢山泉，先把水用高起来。对啊。他这款游戏其实真的花了很多心思耶，因为毕竟他真的太久了。有没有？我告诉你哦，来取水。好，取不了。啊，在这里取水。有没有？告诉你就是降破的啦，好不好 ？Just do it， just do it。刚刚根本就是超级聪明的，好不好？取文心下降下转世啊！我跟你讲，哒哒哒，萝莉控真的是。一整个在讲一些脏脏的东西，连观众都说墨的脏脏的，对不起啊，我家墨的怪怪的，哈哈，那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替他浇水。这感觉好像在喷，对，很诡异。这。蓝蔷薇，蓝蔷薇要干嘛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
不是啊，不是要给我们放花吗？蓝蔷薇要放哪 ？AM77061，哎，你好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反正我们以后都要知道啦。对啊，我觉得没关系啦，大家一起被污染啦，大家一起被污染吧。红酒杯，会不会红酒杯要去那一个啊？就是中庭那边。对啊，有点那边装鞋好了。对啊，因为这上面有酒杯，绿宝石下落，想知道吗？可是重点是，刚刚不是说折那个花会有红宝石吗？啊！我被咬了。红酒杯不是用在这里吗？哦，但是真的要装酒，不是装鞋啊。在娜娜台跟秋风台，不然这里比较 free。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规则，好不好？你只要对于我来讲，你不会就是观众们的或者是伙伴们的言论，我不会影响到我，基本上是影响不了啊。对啊，基本上是影响不了啊。尽管你讲说干霸气学做，我就对我是，对我是啊，对。可是重点是，就是不要让别人感觉到不开心就好了。对，毕竟你在老皮台那边打八七，其实可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但可能在我这边打八七，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骂我啊之类的，可能会有一些言论上面的反弹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可能就是因应环境的需求，希望您可以就是改变一下。蓝玫瑰放到中央的水壶，中央的水壶，中央的水壶。哪里呀、啊？中央的水壶，哪里是中央的水壶啊？先撑雨伞。Umbrella， AICULCOCONUTN。好，你应该去下解台看看，霸气，霸气啊！我还以为是讲北七耶。对啊，下解台其实我不知道哎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对声音会比较敏感，我会比较喜欢听比较低沉一些的声音，所以像星期天他们的台啊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我不是故意要惹大家生气的，不会啦，真的要十八加，大家都是十八加啊，真的，为什么都不介绍我？中央，对啊，中央的水壶，中央的水壶，中央哪来的水壶啊？没有中央水壶啊。调时钟可以进庭院左上的房间。对啊，当初我就有讲啊，是不是可以调？但有人讲说调了没有用啊。中央的水池，但是我记得调时钟的地方是在哪里啊？有点给他小小的忘记了，是在这里吗？不会啦，我觉得因为夏姐，我觉得声音真的是还蛮，就是真的是尖。可是重点是，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做作，可是我觉得说不是啊，这却他的声音真的是这样。不是啊，也不是插在这边啊，他这边已经挖过了。然后他说要去很深很深的地方，
谢谢 LA 才要刚从机场回来，是去载自己的家人嘛？但是你没有看到下姐台脏的时候，人家是午夜十二点想进去，尤其下姐台有人定位整个苏马啊，原来如此。不，我这里完全正常像了，好不好？我这边不会有任何苏马感的、啊。哎呀，无苏马，零苏马。哎，抖内更疯狂哦，这到底是怎样？你是被跨啥呀？这里有好重的时钟声，应该在这里吧？十二点。お兄ちゃん、ありがとう。不会啦，在雪兔台倒是没有这。倒是没有这个困扰，我跟你讲。雪兔台没有苏麻的困扰。雪兔台的声音是非常的震惊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声线来讲的话，我声音好像还蛮算是高的，但是我可以压低，所以倒还好。记得我高咪说的话哦。高咪，天！我不记得。安，又是一个会走动的门。QAZ930316 安，你好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有一股阿不高和的台，只有阿劳坏坏跟的困扰。好，进去了。咱哪天 cosplay 一扇门好了。呜。好恶，你听说了吗？还没听说哎、欸，这什么声音啊？JUN10160 哎，你好，被吓过一次就还好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又是重复的。哎、欸，哦，要先走上面。上左，不是哎、欸，上左，走下路下面好了，也不是哎、欸，上也不是，上左右左，对，上左右左，上左右左，上左右左。哦，他那个声音好讨厌哦。左右，太棒了，谢谢你，不然我这个要试到死了。下右。我希望这个可以赶快让我怎么讲？这感觉好像在玩那个玩具城的那种忍耐任务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种？感觉好像吸了大麻。哦，我醒来了。是梦吗？怎么你一直在做梦啊？好多人在这里啊！空的颜料罐，黄金色的颜料好像还能使用，所以我们要把什么银钥匙，将这边金钥匙，有没有？哇，帅哦，强啊！强爆了耶！空的花瓶。赶快放进去了。我怎么感觉有那个？
今天我修剪了花园，他们说植物可以使心情平静，所以我尽量待在温室里。多余的枝芽会影响花丛的健康，所以剪掉剪掉剪掉。长在瓷砖里，草也必须清除，都要剪掉啊。啊，那这个就 OK 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要靠自己，可能要 NC 写疯了。有啊有啊，还好啦。我在看什么啊？刚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啊？大便？白花？这是大便不是吧？一个在你身上，一个在不合群的手下，一个埋在红色叉叉的地方，一个在走廊上的玛丽安东尼的背面。走廊上的玛丽安东尼的背面，什么东西啊？不合群的手下面，打了红色叉叉的地方，一个在我身上。没有门把，不晓得怎么打开门。镶着一个有凹槽的石板。那应该是要放那个吧？对啊，但这个宝石有说要放什么颜色吗？对啊，怎么了 ？OK， 可以，好也可以、啊，好啦，啊？其他人不看吗？那统一确定都一起定了，以防万一啦。四颗宝石，土风水火顺时针吗？这个什么？好啦，那我觉得今天台我先开到这里啦。我等一下先研究一下那个，我要去研究一下最后一站怎么开台啦。等一下我可能晚一点，可能开个最后一站也说不定了，好不好？生日快乐，雪兔大师兄，谢谢。Black Wife， 谢谢你。白花好像要放到坟墓旁边哦。对哦，这样讲好像有点像。一楼洋房左边走廊到画框后面可以得到绿宝石。哦，可恶！你们这样讲，我有点想。你们这样讲，我就想要继续破啊！很坏哎，算了，把你那些东西全部拿起来好了。Get 先去把那个东西拿一下。哦，完啦？没有吧？还没吧？然后先去一楼，一楼说什么？一楼左边走廊调查一个画框。哦，我没看到阿劳，可恶！第一副好没有哎，我完全不会想学这些愿望哎，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是一个女的那个画像。绿宝石，擦红宝石了，擦红宝石。红宝石刚刚是讲什么？刚刚有讲说红宝石是在庭院，但红宝石庭院没看到啊。好啦，那我希望红宝石这个可以赶快，应该也没了吧？鸟啄圣身体，这个厚厚的金，啊，好想破，算了啦，我先把这个破掉好了啦。把那个破掉，先把这个破掉，剩红色的。先去酒窖里面。对啊，红宝石在花花之中，是在外面的那个花吗？还是我们刚刚那个是在庭院里面，还是外面？是里面还是外面？
对啊，我有点不大清楚是里面还是外面。不合群的手刚在花圃里面，那个已经拿过了。LINDACHIREN， 你好。对啊，那个已经拿过了。里面啊，是在里面那个厨房那里面的那个庭院啊。那里面的庭院里面，中间的花坛是有一堆血泉的那个地方吧？哎，第三只。是有差吗？我有点忘记了这个顺序，我有点忘记这个顺序是什么了。有油漆的地方，别装蛇血。我有点忘，这个是要放在那个祭坛上面，对对。但我有点忘记那祭坛那个谜语是什么了，可能要回去看一下。现在我回去一下二楼那边好了，二楼资料室，先去那边看完好了，先去看那边看完。基路羊啊，头，阿劳坏坏，可以撞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不要说了。去二楼的资料室，不是要躲起来吗？我根本觉得不需要躲啊，因为他不会来找我。没有上手是推不开，还是推不开啊？还是推不开啊？好啦，那确定啦，今天就先开到这边啦，好不好？那得玩明天，下次我都破的时候，我再把这个谜题给破掉好啦。可惜没有破到第二章节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伙伴的生日快乐的祝福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就是有人为我就是。刚刚有收到一份生日礼物，是工作室的伙伴还有邦尼他们就是合力出资的，那等一下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粉丝团看是送什么东西啦，好不好？那感谢跟着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，也谢谢你们提醒我到底哪边要破，可能未来或者是下一次玩的时候还需要你们再次提醒我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再次提醒我啦。那我们就晚上或者是明天开台再见啦，各位加油。